姐，请问你认识叶海吗？这么巧啊。故意来找我的？我怎么可能？等着我。二公子就是不一样啊，打海盗住老宅。这是我爷爷以前住的地方。所以你刚刚一直在这儿不参加葬礼？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。你不参加葬礼，别人会说你不孝呢。管别人怎么说呢？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去参加葬礼啊？媒体啊，你没看吧？你都上热搜了呀。我只是路过。那个啥，我既然到这儿，我就说两句啊。我不太会安慰人，但是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，当一个人离开了，他最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。所以你要是想到他，你就抬头看星星，你会发现一整个星空都在望着你。那个，别太难过啊，我走了。等等。那我也说两句。你爸是做什么的呀？什么？问问吧，毕竟他的话安慰到我了。船长。我还以为是星象学家呢。星象学家哪会说人离开以后变成星这种话？